家的料理搭的很不错。对，这个是有好味道。所以说的，我们想当时当地的家人给这个，我们在我们啊，啊，番茄啊，啊，和那些泡菜，泡菜的会员也能做到的。啊，这个在当地，这个是当地，我们当地的农家产的一个。我们要去做这样的，如果要配饭的话，可以送到。知道我的师傅也可以送鱼香，很好味道。我是云山人，好食节料理达人，现在在黑土餐厅干掉刘慧琪。现在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一道菜是。餐厅的招牌菜，然后它这一家店里面的材料都是利用云虾南当地的食材，新鲜的像白虾啦、海虾啦这些虾子都是料理出来的，这样比较有特色。还有跟虾子有关的、跟海鲜有关的啊，然后我们小时候好像会做道菜，就是说它东西它真的很好。家卷吃起来很酥很脆很好，依照我的食谱这样做，你也可以做出云嘉南的美食料理。我是云嘉南好食节料理达人林国峰。先把牛蒡削皮后，切成细丝，另一半削成薄片，泡水备用。牛蒡细丝撒上均匀的面粉，把处理好的虾子沾上面皮，马上包上牛蒡细丝、虾子跟牛蒡撒上薄片。下锅油炸，一锅前再以大火炸至酥脆即可。它看起来真的很有特色，但是牛蒡跟那个虾子的味道很合，对味。牛蒡很脆，然后新鲜的炒虾，然后配上米其林特制的蘸酱，这样特别的味道。在我们里面可以做出具有一家特色的料理。